嗨，我是谢文玉 Fiona。我喜欢农历新年，我觉得是新一年，然后可以见到很多家人跟朋友聚一聚，然后吃团圆饭，是一个很温馨的那种感觉。怎么过？去 David Gunn 的家，都在家人就是全部聚一聚，然后一起吃饭，然后妈妈煮很好吃的东西，所以很期待。其实是看 cutting 吧，其实我觉得红色会是一种传统，那我就尊重那个传统，我可能尽量的去穿红色，对。肉干吧，因为我不喜欢甜的东西，所以喜欢吃比较就是肉类的东西。我跟我亲戚朋友跟家人都比较亲，然后我觉得不一定是要新年才就是聚一聚啊这样子，所以这种问题呢就不会卡在那里这样。Oh no， 我不怎么新年歌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祝你们心想事成，恭喜恭喜。Thank you.